等一下，等等，导播刚刚没有照到，来，麻烦再一次。导播，麻烦请一直看着我的手。啊！我们有没有看到？没看到吗？没有看到。再一次，再一次，来，导播，我们的镜头都不要动，然后再拉开一点，它里面有一个火柴要跳出来。林先生，你有气功吗？上海的师傅、上海的朋友都在问，对不对？好像是有气功啊。对，这算是气的一种。哦，算是一种表现气。可我也常常气啊，可是没有一个东西动啊。你的胃胀气啊。来，对，更大的。更大的了。好，现在这边呢，前面有几块木头，给它立直在这里。然后呢，请注意的放，哇，看到了没，芳姐，好厉害，还要再一次吗？看清楚了哈，不要告诉他。黑桃二，哎呀，不好意思讲出来了。好，没有关系。没有，刚刚我看错的是红心一。现在请你拿着牌。好了，你不要放到最隐秘的地方吗？我不念他。嘿，这样可以了。现在我要再一次的实施念动力。对，现在曹兰，麻烦你拿着牌。我拿着牌。好，一张一张的摆到里面去。现在请上海的观众呢，请你想着你刚刚所选的牌。我现在控制这个盒子，请注意看，导播麻烦来个特写。麻烦，导播麻烦，请只要你拍这个盒子就好，其他哪里都不要。换一个。哎，来。哎，好了，请你刚刚选什么牌？我怎么自己关起来了？你刚刚看到那张是什么牌？方块 K， 方块 K， 方块 K 吗？是方块 K。是方块 K 吗？是方块 K， 方片 K。曹兰给你害的啦！你刚刚故意骗人家，我该扰乱了。再一次，好，这次我不扰乱你，我不扰乱你。再来一次，不用再写了。就刚刚那一张。就刚刚那张。对，来，请你摆。已经又洗牌了。对。来，请看。不对呀、啊，不对呀、啊，对不对？不对，因为呢，这位小姐长得太漂亮了，影响到了年历人先生的功力啊。没关系，念动力再一次，还要再一次，我会重新选一张牌，好不好？好，重新选一张，以示证明。今天呢，我们这个年先生呢，他要表演的是念动力，而且呢，就是像刚刚看到的，然后这有一副扑克牌，然后我们请这位小姐呢，随便选任何一张，来，上海，我们随便一位朋友，停，就停，这张又过头了，再后面，后面，后面，这，对对对，这张，对对对，好，你转过去啊，我不打扰你。来看看这一张是，好了，张飞听了，我把它放进去，停，我要放这里，好，
哦，这样左右切换牌以后，把牌弄混了。我，请你再做一次。现在麻烦你集中意识力，我才有办法感应到，好不好？你刚刚就是不专心嘛。就是这一张，你选什么牌？请你告诉我。红桃八。红桃八，请看。红桃八，哇，红桃八！谢谢你的表演，哇，好，好，对不对？蛮好，好的，反得了，谢谢你，严兄。我法师，现在手握住。好恐怖哦，真的啊！这还不够厉害啊，有更难的，有更难的，两根一起来，哦，不行啊，等着看吧。哦，两根一起来。也许就是同学会不会有怀疑？我们这样好不好？好，我们随便找一个灯管。那边有一个安全门。等一下，我们这个华视摄影棚的门口，麻烦小心点哦，蔡司小心点，不要触电哦。把这个灯管上面还有很大的灰尘。来。请你试试这一根，试到无妨，不过是实在太脏了。这样了，最后卫生纸，那边卫生纸，这边借一下好不好？这边有，啊，那边有的，好，好，谢谢。有一包，我们曹主持人们真辛苦哈，还要负责当助理擦玻璃，这样可以了吗？好吧，没关系，勉为其难，下去再洗手好了。谢谢。不过这张还是给观众检查一下好了，这样子好了，你们看看这有没有问题，是不是现拆的？还有点热度，上面还有灰，可不可以？冰冰的哈，不够热是吧？没问题吧？会不会怀疑？我也怀疑是吧？好，谢谢。OK， 就这一根。好，同样的，第三次，再来一次。谢谢大家，谢谢。厉害厉害，不过呢，看家里没结婚都。这个纸呢，我们留起来。稻草人。天哪，稻草人。对，烧得蛮黑的。实在是好厉害，掌声鼓励。还有，接下来。你们看我胸前有个大竹针，有，麻绳拔，两根都要拔，就好了。对，
你有没有比较仇视的人？那因为制作人给我的酬劳不是很高。啊，这样子啊。直接给他致命一击。致命一击。啊！哦，对的，他姓黄的，忘了。哎，放到我的手上。有了大头针以后。谢谢，嗯，对他完全没有损伤，没有损伤。那如果制作人还不给我加薪水，我继续刺他。对，这个还不够稀奇呢，还有刺人手的、刺人身体的都可以做到。好，那接下来为大家介绍这个更厉害，来自日本的异能者 Hiro Sakai， 掌声欢迎一下。可以鉴赏一下，哇，真的完好无缺，对不对？实在很厉害，掌声再给他鼓励一下。就是我要看一下这个血，我是什么血型？什么血型？真的，他是射手座的。好，我们接下来请这个我们这个异能者继续为我们表演。嗯，对，我是给我们来一下，不够干什么？走，我保管这里。好，今日は少し暗さが暗い世界です。今天进入比较黑暗的、比较黑暗的、比较沉的地方，我带你进入这个世界，一个幽灵世界，也比较神秘。对啊。这里有小小的蜡烛台，然后还有这些的地方。做担心牌，担心是在用的，用这个做一些比较不可思议的事情。好，季兰小姐，哎，来，麻烦你过来。一起买了，请你选，随便选一张。对了，确定吗？那怎么用呢？会决定你的命运哦。会决定你的命运哦。抽吧，抽。义无反顾，你可以担心了。先不要给他看。这是我的，这个你自己看。我们都看到了，不信你看看。好，我给镜头。好，就是这张牌，你大家记得。哎哦，就是记到那个是这个。哎，给你放到最上面。它可以转回来了。可以放的，可以转回来了。可以转回来。OK。好。啊，接牌，把牌混乱。これで僕も皆さんもどこにこのカードがあるかわかりません。混乱了以后来讲，你所选的牌会在这牌子中间哪里呢？没人知道了，相信你们也不清楚，我也不清楚。对，因为经过洗过牌了。哎。神の力を使います。我用比较神秘的力量。持ってる。给你拿着。太紧张了，金然太紧张。对对对，用手这样。拿左手。啊，用左手拿着。一枚一枚，我得。一张一张的放进去。One by one，
是不是这一张？你看是不是你的？哎，是，哇，果然是星星，哇，好厉害呀、啊！恭喜！This card is star， 这是星。对 ，star 明星的星 ，means very very star， 很适合你，一定很像明星。会很有这个明星的光芒。他这个是利用灵的力量所产生运展的，所以在你放牌之前，他不让你进去了。哎，不是他的力量，是上面的力量。奇怪、啊，你刚放牌，真的有没有特别的感觉？放那一张的时候，没有啊，就是要放这，哎，怎么那个一直好不让我放了，来不及放进去。你刚也特别注意到那张牌没有什么特别的些暗号啊，都没有，什么都没有。奇怪、啊，好诡异哦、啊，他真的是我们大家的 hero。hero， 哎、yeah, 来继续。hero 大概。次は他の世界とコンタクトします。这次呢跟别的世界稍微做点交流。この方法は古い方法です。とても比较很古典的做法。对对，这个帮我拿一下。別の世界とコンタクトするためには少し暗闇が欲しいです。我也跟上面所做交流，所以我希望灯光稍微暗一点。哎呦，可怕！现在怎么气氛越来越诡异？没事，这样镜头照得到吗？可以看清楚他的桌面吗？哦，照得到，完全没有问题。没有什么事。谢谢。你跟？要不过再说的，那赖总，那个周总。小手就上。这位小姐，三心里去。伊卡。看得见吗？这是看见哈，好，尼玛斯，很好，尼玛斯，再见。请你在外面，在上面，切个中文的吧。啊，再切一次。我的是名字，卢碧林。不罗碧林。看到哈，罗碧云三个字，有，帮你们试，再见。铅笔走，我放铅笔进去。我想的，大家稍微松开一点，哎。自分で考える図形を描く。自己有啊，你自己心里想的，自分的啊，自己心里想，画个简单的图形，画一个简单的图形，对，现在吗？对，立马。あなたが思ってる、そう、ちょっと僕には見せないで。不要给他看到，你心里觉得。画在一个纸板上，对。要遮起来，要不要研究一下？简单的图形。好特别的图形，你哪那么好看呢？他说简单的图形，你的笔画也太好了。要画太好看什么？好了没？好了没？好了，那我们给镜头看一下。画的不太像，给我看一下。现在已经画好了。赵英华的简单的图形呢是非常的复杂，要给他这样，他如果猜得出来，他才是厉害。张华请放在胸前。为啥刚刚得死过一次？你不讲，那我不讲，他不是他来猜，不是他来猜，上面上面的人来猜。对。Let it be quiet， 请安静。Thank you.
打开，打开，打开。非常的精彩，刚刚亲眼目睹我们异能者这个，看到隔着一个这个亚克力的玻这个罩子，还能够把这个灯泡直接这样震碎，好厉害哦！不，接下来我们还有更精彩的表演，我们直接上前去好不好？比如撒开，动手。1, 2, 3. 现在有很多很多的硬币，在这舞台上。有两个十块钱 ，two coin， 两个十块钱的硬币 ，two ten yen， 一手一个，大家看仔细喽，检查一下，还是一个，仔细看，仔细看，仔细看。大家仔细，哎，哎，硬币怎么会到另外一只手上去了？你喜欢哪一个？随便选一个。啊，杨宗宪选了一个。然后你手去抓着这个硬币，抓紧哦，用力抓。Very close camera。啊，镜头呢？麻烦近一点。杨宗宪手在发抖的。就会有一点一股热力。抓紧哦，抓紧哦，杨宗宪可能会不见哦，抓紧抓紧哦，用力用力，抓紧抓紧，天哪，十块钱硬币变心了，你刚刚真的有抓紧？我抓紧了，我刚刚就很用力在抓。他有没有什么？你刚刚在抓的时候，手有什么样的感觉？我只觉得他很用力，我以为他把他拉走，原来他把他磨成这个样子。天哪！哦，不过他说这个呢，如果你这个要弹吉他少一个这个 pick 的话，还可以用。要给你，你弹吉他的。Okay, next I use a one and small coin。啊，选了一个十块钱的硬币跟一个一块钱的啊，选了一个一块钱的硬币。麻烦周子涵 sign， 随便打一个这个一个记号 any， 打个勾啦，随便都可以。好，打了一个小星星，他要把它吹干，给镜头看一下，这一块钱的硬币上面呢有一个小星星，要吹干一点。 OK， keep， don't touch， 哦，不能碰哦。 OK， and I use the next。
small paper。这一个小纸条，检查看看有没有任何的这个不合常理的地方，很正常的一张纸。